那对了，爸爸发言人对了，别喊爹哈。他揣一样一大回来，小心你领他走了。着急出门了。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爽，今儿俺娘生日了，有没有俺娘头一天生日了？走，今儿给姥姥去过生日吧，行不行？行呗。嗯。是不是感觉？哎呀，真是我这长时间的几乎老长时间没俺娘过生日了，感觉。你一天不在给家？啊哈，你要不能再给我班，要不然俺娘给我班，对吧？这孩子长大了还不如小时候呢，给手里边。这一长大了呀，总觉得离开父母了，真是一说生日呀，感觉好几年没过了，得给姥姥过生日，行不行？你给想办法给俺大娘买啥了？还没了，我也不知道买啥。你想好了？爸爸，叫爸爸买。哎，你说你。你想好了吗？妮儿，给姥姥买啥呀？给姥姥买。你娶姥姥了，保准些高兴了。给姥姥送个爸爸。把你爸爸去送到那儿，给姥姥一块过生日，是不是？俺大娘也有50多了。哎呀，我记得以前五十怪几怪了。以前在出去的时候，给俺大娘买那个珍珠项链，她戴过。嗯。其实反正不用我戴，这有两个刺儿，知道吗？不用，你哎，我手里有。秦淮。秦淮，你咋样？你往俺脸等不及了，咱在这走吧，天不早了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我开了多少钱啊？你不少了还？不是，不用花点儿。哎呀，你这个够了。我那有。1800。哎，秦淮，用不着那点钱。哎，对，这有两针了。2000块钱应该能买个项链吧？买个项链。买个贵点的项链啊？没时间，一年个十。两万的。俺妮儿，俺看俺妮儿愿意了。你儿回来，这不是你妈，你这钱儿真准。爸爸，不能能，你这个行为真是你这少少行为，你真用心了。2000块钱，妈装多了吧？你真是爸爸的一片心意。来，哎呀，你也真少少行为。哎，你这东西老给那啥，生怕家岁数花钱给丈母娘，你也是拿钱给丈母娘买东西。走吧，姥姥知道，姥姥高兴坏了呢。不是说这个东西，而是能爸爸姐一份心意，你知道吧？肯定是哎，你有了怕给人家花钱，说让我心里怕。但是你花大钱，通知我一声，给我商量一下。人家没跟你商量，就是你家给俺了。有了你给人家花那点了，花成过了。他不得你说，那肯定他生气。那不能你。俩人两口子商量的。秦伟姐，是不是你？秦伟姐真是用心了，是不是你？走。他叫我宝了，保证了。你叫宝宝吃。姥姥挑个大礼物吧，你们再找宝宝。非要找宝宝，你看。哎呀，看多也多好。你看。拜拜。开了，你开了吧。你看啊。啊。妮儿，来。一。呀，给高兴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别走吧，你们等会儿去吧。你看，长几个牙了？4个了不是？那妮儿长6个了。那个不要看，它上面长了4个。这人给都开了呗。啊，1、2、3，哎呀！长这个脸？咋没？看不见上面的了。来，1、2，开眼了，上面咱眼还歪的了。你咋扎你儿那都扎俩呀，你那边都扎4个呀，他现在扎6个了，才9个半月呀。你也在车上走，姥姥买礼物。走。哎呀，着急死了。哎呀，走。走，说吧。他这一出来我都特别高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眼里边没有见了，那全部都是往前看。你看这，姐现在还你啥劲儿呀？488一克。你看这几个条来了大眼，这可以。这个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。有点接近，都是无铁工艺。哦。不一样吗？你们再试试。行。那个。我带来啊。那个。这个吧。这个就是这个就亮。行，我把这个换。刚开的亮，你看哪好看啊？还是亮面的好看，还是抹茶面的好看？但它这个无铁工艺呢，就是亮了，它穿衣裳，就穿旗袍的时候挺亮，感觉挺好看。那天不是你要在买双旗袍去吗？嗯，他穿上我觉得配点儿的挺好看的。哦，那你正好养你的行。啊，他配旗袍是吧？配起来了，好看。好看呗。还行。还行啊。大气。选这个了是吧？嗯。几克呀？哎，6.8克。哎呀，我长这么大第一回给俺娘买这项链。
不是，咱也今年的，十一分才有的。以后慢慢都会有了。真好看。这个是啥？乌镇的工艺。对。走出来以后，你看闪闪亮亮的，挺好看。是吧？嗯。走吧，走，到这儿来。买好了礼物，在这楼上等你了。走，三楼。